你要停在这里，好，没问题，好，可以走。一百万几多万上面会有那个器材，这样好了，不要不回来。他是来加油的，他总部是他的定期的，他应该定期在台中。没有没有，他台湾没有，他停滞的。啊，他三个月之后，之后他全部都进，都进。有机会来高雄加油，有机会了，有人就常来高雄加油啊。我想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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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那个那时候大船哈，上面有那个三个看起来是真的很大的半圆形的，你那个那你会真的上去天上去，转转天上去，小飞机，小飞机。哎，天上去你是从外是国外来？天然气主要会在马来西亚名都的，因为他们有专门的一个炼油厂或者一种浮动马索设施，然后它还有专用的气田，然后它会从那个澳洲、马来西亚、卡达，还有那个阿曼那边过来，然后都澳大利亚居多，马来西亚比较少。啊，马来西亚它的船过来，它是都是几十万吨那种豆浆。厉害，你有赚钱？就你是兴趣吗？还是做相关的？拍这个赚钱，是哈，专门拍船。对，我是频道叫火车，频道我的频道叫火车。是啊，会加费啊，会加费。我马飞机会加，马飞机啊，上面那些陆海空都有。然后主要是船啊，我都开进了去。难怪那么刺激。推荐一下你的频道吧。火车博。是的，木质的。火车博，名字啊，最后一个名字。有现场跟 YouTube 加一样。是中年河湾，这样子空气湾。就是我发现新的系统，最多最大，这四个九，这到40万吨，可以载18万吨的那种容量。这在哪里开始？永安，高雄。这是专辑造船的，日本专辑帆船造船。那你都在搜索它的机器。然后这是我的二港口快游轮。这个放松的自动，刚才就是从那里进来，然后从河二走进来，然后后来就到了以前再走过去那里，就那个地方，好，对不对？就跟那很多那个。听上去主要有很多种，像这种是从北极开过来的破冰船，那也不算啊，它前面有个破冰船，它可以就是破冰的话，就是它可以把那个卸掉之后，然后让它的船浮起来，然后按照那个用它引擎的力量去把冰山撞碎，但是船不会破掉，因为它前面有一个很厚的钢板。它的船头没有那种鼻头那种收出来，它是长的就是 L 型，然后主要就是靠底下的力量去压着，把冰山压碎。啊，我有拍过贵啊，长龙的，全球最大，3万，24万，这是我的 IG， 因为我没有 IG， 我加 YouTube， 好，然后这是宁波人豆荚鳍，长这样，它这个就是哦，把里面是圆球，只是说我会把它船上面的那种管路比较简略化的包起来，然后连续盖包起来，圆圆的，四颗球。对，啊，这种马来西亚他们的特色就是这个载体都是蓝绿色的，那像日本那个 Apple 有，它也有豆荚，白色的，对，都拿那个石纹棍，像这种这个叫薄膜，是希腊的。新船，它是那个叉DF 发动机，这是双燃料，双燃料的。哎，那你现在在拍？他说准备在 NBA 了，他在银水下船，所以那个银水在那边。在哪里？小船那辆小船。来，还有等待，你要等那边一家。他要带那个银水人下来。Gracias.
下个公司。我还没有上车。那边冰箱在哪？然后先那边的。我们这边没带包吧？带你们。跟他讲一口就，我也没吃，就来一个。台湾就不专业了。哎呀，快点走，快点他出场。这么远，看不到。那比斯巴。我 boss。你那边有没？没弄啊！你真是丢了！我是搞不懂，我打给 England， 喏，我打给 England。我们来，我是搞不懂，你们来，我打给 England。我听见，我是搞不懂，你是 England 啊？Pada pepana eksiat.